兄弟姐妹们，我好长时间没有做饭了，今天做一个红烧猪蹄子还有排骨啊，好的厨艺不能荒废啊，今天好好做一道菜啊，多弄点油啊，来点葱姜蒜啊，那、这个这种各种调料爆炒一下。猪蹄子、排骨，然后今天来个红烧猪蹄子还有排骨啊。今天吃点家常便饭啊，这个炖的这个红烧排骨跟这个猪蹄儿，这个我刚才吃了好几口了。哎，这个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洋葱炒肉，这个也是豆角炒肉，然后配点西瓜啊。今天简单吃一点。嗯，今天做了几个家常饭，平常很少吃这个。煮排骨，我感觉没有煮鸡的好吃。现在猪肉涨价了，来一斤，十几块钱一斤，十几，嗯，啊，这是排骨，嗯，对，嗯，排骨得十几个，是吧？这花盆526，花盆526，嗯，这是几？这是硬的，这管动动动了，但是不能浪费，没有坏啊，没有坏，就是动的。这西瓜没坏就是冻的，但是那时候不懂，把它放冰柜里面，它冻冻成这样的。这海鲜金毛跟牛毛，我不知道。你买买的是？嗯，差不多。多少钱？你买多少钱？都两万两。两万四。再吃一个。估计两万多。啊，这就是。大街上的还卖26000多的，满多6000多的，反正还贵着。今天晚上我吃东西，别加回去了。啊？加回去了都。嗯，这好吃。你吃，这猪蹄好吃，好吃，你吃吃，肯定比买上的香，嗯，比这样好吃。他们真的结合猪，结合好这猪，嗯，你们不要整天吹着对象，不是不着对象，你也知道，对。现在的女孩子要有那么高，又是放又是吃，一天讲几遍，刚刚吃饭又回来讲几遍，你讲有啥用呀？你讲也没用。现在女孩子又要放又要吃的，那啥都没有，你想想。哎呀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你讲个人。现在女孩子又要放又要吃，那实在不行，你再上服装厂去，服装厂女孩子多。可比你送外卖强得多。送外卖女的也有，送外卖女的她都吃过。我这个没成过家的女的哪个成过送外卖？那是有负担的女人。也有也有，少。不太多吧？哎呀，不然人家有啥好处呀？不然人家现在比
副长肠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吧？现在也都是结过婚的进去。你毕竟你以前进过副长肠，这是。你小时候那时候不是十六七岁的时候不在副长肠里边吗？是的，嗯。哎，这没办法，算了吧，别你也别催了，你催也没有用啊。现在呢，你看那没房没有车，哪个愿意给你过日子？你催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弄里头说进过厂，咱家里边老房子一卖，房子卖掉，卖掉给你。八零后的观念跟零零后、九零后都区别都不大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，我觉得就是颜值，就要么就是长得好，要么就是你有钱。算了，慢慢来吧，也别急了，天天吃饭，天天催，天天吃饭，天天催。你催也没有用啊，这东西不是想催就有用的事，没办法。